生有悲，大喜大悲皆血泪，今生我是什么声音？带小的去看看。哎，告诉他们，别再跳了。如今呢，陛下改了脾气，再跳是要杀头的。别再跳了，别再跳了，别跳了。怎么了？陛下不高兴了，李公公说要杀头的。啊，快走吧。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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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回来给你。陛下，这是什么声音啊？
是小的们在赶。赶什么？猫头鹰。啊，鬼车。忌讳什么？是。哎，这上天有好生之德。这鬼车也是世间的生灵，何必跟几个鸟，让他们去吧。是，陛下，得其鸟兽。行了，行了。好。陛下，陛下，请用仙露。陛下，这我喝了一辈子的仙丹仙露有什么用啊？该老还得老。啊，这世上就没有长生的药。万岁圣明。郭壤回来了？还没有。可以了，这是给你写完了庆贺用的，等你写完了再喝吗？还有那么长时间，我一闻到酒香就有点垂涎欲滴了。哎，等一等嘛，等写完了痛痛快快的喝啊。好好好好。老师，你来干什么？老师，我没有你这样的学生。为什么不让进？你们是什么人？为什么不让进啊？啊，不准进去！为什么不让进？你们是什么人？你是什么人？来正经来的。对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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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！让我们进去，快点！
你们要干什么？是郭大人叫我们来的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啊，老师，郭让，是你带人来抄老师的书的吗？啊，什么？这是真的？让我杀了你这卖尸求荣的东西！你干什么呀？你让开！别呀，别！这是圣上的旨意。什么？圣旨？又是圣旨，又是圣旨。老师，学生无能，无回天之力，是奉圣旨前来抄书的。班书是。大人，咱们走吧。走走。走走。备马。是。苍天哪！我这一生心毁于一旦，我血到何由？我血到何由啊？我血到何由啊？仲卿，你们都读过这些书稿吗？老臣不曾看过，臣略知一二，也不曾全览。哼，郭让，臣在。你看，这司马迁的文章写得如何？
圣上明断。你怎么学得如此的世故圆通了？嗯，陛下，小臣才疏学浅，本不敢妄议，既然陛下问起，小臣不敢不实答。小臣以为司马迁之文笔带苍茫浑厚之气魄，具昆仑黄河之精魂，洋洋洒洒吞吐古今，是天下难得的好文章。嗯，你说天下难得的好文章？陛下，陛下恕小臣直言。直抒胸臆，何罪之有啊？起来，起来。谢陛下。这不，太史公书就其才情胆识可传颂万代。朕读起来也是一唱三叹呐、这可真是真正的论外有诗的绝佳之作，前无古人呐、陛下圣明。这部书颇多突发不平，妄论是非，还有狂悖之处，与圣人之见相悖谬。朕虽痛惜司马迁的文采，但是难容太史公书流传于后世，祸乱视听，贻害后人。来人，陛下，把这部书拿去烧掉。啊，是。
陛下，退下。陛下，建威郡守送来奏章，现今正有十万匈奴人马日夜兼程，逼近我代北郡。众百姓听着，万岁有旨。求茂才艺等诏，盖有非常之功，必待非常之人，故马或奔驰而至千里，士或有富俗之类而立功名。夫范驾之马，骑乘之士，亦在御之而已。驾。今天教场之上，你可要当心呐！啊，将军请回吧，几名郎官我应付得了。哎呀，天外有天呐！教场之上，你可切莫大意呀！大兄请放心，小弟谨记就是。我去了。好。去。少卿。哎，仲子兄。哦，子长，仲子兄，哎呀，子长，好久未见，几时来的？啊，我刚从大将军府上办点事回来。哎，你这也是去教场吗？怎么不行？嗯，看得出来你长进多了。我就等着你跳龙门呢。仲子兄，你就等好吧，告辞了啊。就是犬子姜雷呀。谁来？你，哎，哪个在上？
慢，输的在那边。子长兄，赐教了。然，你干什么？哎，然，你先与我较量。这个人是谁啊？布衣百姓一个，任安。你可懂得教场的规矩？轰出去！不，不懂规矩，开招！喊，喊，轰，扬，喊。司马迁，请。失礼了，召见司马迁。丞相召见司马迁。郎官司马迁拜见丞相大人。司马迁，连日比武，你文才武艺超重，待老夫禀明圣上以后再行赏赐。谢丞相大人。各位郎官，你们当体会圣上求贤若渴的苦心，报效朝廷，再见功勋。万岁万岁万万岁。朕令李广利、苏代、赵破奴、王辉分西北两路讨伐匈奴，立即降旨出师。遵旨。哎呀，真是！当时我要问时间点名，真不行了啊！额娘，哟，额娘，两位公子，快请请。好好好，小二，来来来，坐坐坐啊！哎呀，哎，二位，那请进来多喝啊！来来来，啊，哎，二位慢用，来来来来，来，哎，额娘，今天要换大酒坛子，子长和我一样。这家伙嗜酒如命，就依了他吧。
我今天是为你祝贺啊，子长。好，好，缓大的。哎，额娘，嗯，四坛子。哎，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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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多少？好好祝贺祝贺啊！万岁，雄才大略，求贤若渴，这可是你我建功立业的好机会啊！少卿兄不可放过呀。子长，你和我不一样，你是官宦子弟，我只不过是个布衣百姓，虽有报国之心，可是我无功名之意，根本就没有这非分之想。哎，仁兄，你空怀武艺不报效国家岂不可惜？哎，空怀武艺，别忘了我可是你手下败将啊。哎呀，好马也有失蹄的时候嘛。来了，来大坛子。好，哎，来来，子长，请干干，多喝啊。好，好，干。老板娘，来碗酒。哎，好嘞。少卿兄，哎，少卿兄，哦，子长，哎呀，真是巧遇巧遇，哎，巧遇巧遇。来来来来，快请快请。来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是任安，任少卿，这位可是名门之后飞将军李广之孙呐。领教了，岂敢佩服？请请，来来来，请请。请。慢慢用啊。小二，哎，哎，来了。喝着啊。两位仁兄同名为少卿，岂不很巧啊？哎，我是碌碌庸人，我任安不足挂齿。哎，仁兄何必太谦呢？来了，来来来。好好好，来来，好好，你们慢慢用啊。好好好，请请。好好，来喝酒喝。请请。好，额娘，再上酒。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哎，恭喜了！哎，请问二位仁兄，常言道，胜败乃兵家常事。如果二位将军身陷敌军重围，内外无援，仁兄应当如何处置呢？嗯，身为大将，就应当身先士卒，浴血苦战，杀出重围，不然只有以死殉国了。哦，名垂青史，壮烈哉！哼，以愚兄之见，报国未必已死。嗯，全军覆没有何好处？倘力战难以取胜，倒不如忍辱一时，保全实力，伺机反击，再建功勋。有道理，嗯，很有道理。当年越王勾践卧薪尝胆，忠血国耻。不过少卿兄，忍辱一时恐怕会被天下人误解吧。大丈夫能屈能伸，只要与国有利，何必计较个人得失呢？李少卿，别忘了，沙场上应该勇往直前，宁折不弯，懂吗？宁为玉碎不为瓦全，固然壮烈，但两军相杀不善谋略，只为匹夫之勇，不足可取。巧言善辩，强词夺理，飞将军李广的脸都让他丢尽了。哎，少卿兄，你说什么？我说你贪生怕死，
你怎么着？哎，少卿兄，哎呀，二位仁兄各抒己见，何必大动肝火呢？请请请。哎，诸位公子，依小女子之见，报效国家，人各有志，殊途同归，又何必相抢呢？千万别伤了和气。来来来，喝。对对对，额娘说得好啊。来来，喝酒喝酒。咱们自家兄弟何必伤了和气呢？来，喝酒。请，请，请。喝。哎，客官里边请。李福在。陛下，昆明国国王断货启奏，开化酋长不服教化，擅自称王，眼下正朝夕练兵，图谋不轨，请陛下速发王者之师，统一文山全境。你的意思是？老臣以为应当立即派兵征讨。可惜呀。怎么？可惜朝中老将都已出征匈奴，无人领兵啊。你以为统帅三军都必须是老将吗？万岁，您的圣意是？这次下求仙诏书，必有良才脱颖而出，朕要择优录取，给予重任。是是是是。只是初入选的都没领过兵，只怕。只怕什么？那没有打过仗的兵，多打几次不就会打了？是是是。若是真有才能，那就破格提拔。是是。不要在年龄上多加考虑。是，老臣一定细细考察。青妹。扎手了，来，我来看看。讨厌讨厌，都是你。你今天怎么了？青妹。我得了第一呀、啊！什么第一呀、啊？皇上下诏求贤，我文武都得了第一呀、啊！我不信，你比武也得了第一。我把任安都打败了。真的？真的。皇上就要重用我了，我就要带兵打仗了，报效国家了。我得跟爹说一声去。这次就是龙门，我也要跳过去。爹爹，爹爹，今天皇上下诏求贤，孩儿在教场比武，文武全得了第一。我都知道了。爹爹，孩儿即将横刀立马，建功立业，爹爹，难道你就不高兴吗？好男儿志在四方，志向是好的，只是报效国家，难道定要浴血沙场吗？爹的意思孩儿明白，只是现在天下有急难，孩儿怎能坐享俸禄啊？爹，等孩儿功成名就，卸甲归田以后，定会继承父业。我又错了，倩儿，你知道如何做一个史官吗？孩儿知道啊。你知道如何做一个好史官吗？父亲时常耳提面命，孩儿早就刻骨铭心了。不，你不明白。孔子定春秋，乱臣贼子惧，
知的是千秋不朽之大业。可惜你呀，国家有难，匹夫有责。爹，你就成全了孩儿吧。哎，爹，天下事很难尽如人意呀。爹，您怎么了？谦儿，爹并不想束缚你呀，只是，哎，你生在我们这样的家世，圣上难以见用啊。为什么？在圣上眼里，我们这些文史新吏，比歌妓舞女高也有限呢。哎，那圣上不是下诏求贤了吗？你懂什么？那不过是虚应故事而已呀。虚应故事？是啊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当今圣上广纳贤才，当初受胯下之辱的韩信，屠夫出身的樊哙都被高祖皇帝所重用，何况爹爹您，您是当今朝廷的命官。住嘴，不要说了。我已经去过相府了。你见过相爷了？相爷怎么说的？他说你不过是个小小太史令的儿子，不配带兵打仗。我不信，我去问问他。站住！你不要再给我惹祸了，爹。而胸怀大志，怎能蜗居斗室、舞文弄墨的了却一生呢？哎呀，你也太狂妄了！你再给我说一遍。儿，就是不甘心做一个刀笔小令。爹，你呀，你别打我呀！爹，你这也不孝顺。爹，哎丞相大人，小儿的事就多多拜托了。不敢当，不是老夫我推辞，令郎的文才武功，老夫实在不敢恭维啊。啊，征发匈奴绝非儿戏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令郎去送死啊。哎呀，丞相大人，谁愿意自己的儿子白白去送死啊？犬子姜雷虽然努力，但是让他在军中当个监军校尉，管一管粮草辎重还是可以的。我看相爷多多抬爱吧。啊，哎，